为了电影要来的。可电影好不好看？还可以啊。怎么那么害羞？根本就不像你，啊、根本就不像你。没有那个比较爱讲话的没来。没有啊，我不会，我不会拍你。你都还没讲笑话哎、欸！刚刚说那个阿姨说要，姐姐说要讲笑话哎、欸，你都还没讲笑话啊？阿美，你们怎么可能都还没讲？